一年级上册画春节怎么画？我们可以先画出两个小朋友的形象，旁边我们可以画上一个小女生的形象，我们可以画上春联的形象，我们可以在上面写上春节的字样。像这样，我们来开始给他们涂上颜色。我们给他涂上衣服的颜色。涂上汉字的大红色。给小男生的衣服我们涂上蓝色。最后我们选择橘黄色，画上春联的颜色。像这样，我们的一年级上册画春节就完成了。